什么？今天晚上入伙？臭小子，隔壁老王今晚入伙，快去找只大鹅给我当首领。妈，我吃完饭再去。手铐爆炸之前，你没把鹅带回来，就等着被我炸了。战斗力肯定很强。Hit the strobe. Hit the strobe. 英雄可以受委屈，但是你不能踩我的洗耳机。大哥。好，小宝，妈，大肚鹅给你带回来了。臭小子，算你赶上了，走吧，跟妈把大鹅送去隔壁老王家。来吃龙虾了，大的翅膀一通风，你们是小龙虾。吃饱了，剩下的饭等一下锁起来。B 计划。以最快速度到达 A 出口。中到。别吹了，开门。别吹了，快开门。乱刀分批。快开门，我要去喂猪。好，
锅六，准备吃大龙虾。妈，你不是去喂猪了吗？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妈，听我解释。你们在我车前干什么？妈，我们在擦车。你脸上的是什么？红薯味的屁。红薯味被掉包。磨成粉，注入粉料粉，制作成红薯魔镜，倒入红薯粉，红薯成型表演，必须是凝固一下。炸！是啊，今天我们出去吃酸汤鱼，别高兴的太早，两个只能去一个，谁抽到最短的谁去。就我先，我来。糟糕，妈忘带钥匙了。哇，大惊小怪了吗？这是内政府游戏版本，竟然有这么多漂亮的酸汤鱼。我看一下。
没电，可以。妈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回来拿车钥匙。妈，鱼被狗吃完了，剩下骨头了。你放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